OK， 今天是 Bonlysium 互助会的时间。那由于疫情的关系，大家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去看演唱会，也没有练团了，所以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太对劲。那现在我们就来请他们一一分享一下。好的 ，Wilson， 请分享一下。哦，好久没有上台唱歌了。最近有要唱歌吗？最近春响音乐季。哦，什么时候呢？7月4号。在哪里呢？ Terminal C。 OK， 好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好的，那我们来进行下一位的分享。请问最近你有做什么样的努力试图要走出阴影吗？我希望我可以在7月4号的时候去参加春响音乐季。嗯，那你买门票了吗？啊，我买了，现在只剩下150张。嗯，好的好的，那继续加油哈，继续加油。好，那我们进行下一位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烦恼吗？我4月买了春响音乐季的票，但是一直没办法去，心情很不足。不过4月份的票听说7月还可以用，所以大家记得一起去哦。7月4号还可以用？对，太好了，希望你打起精神来好吗？老师，我会加油。好的，谢谢您的分享。那我们进行下一位咯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你最近心情还好吗？嗯，最近有春响音乐节。原本我们4月有，因为有新 MV 还有新商品，是，对，有新歌要表演，结果被取消了。哇。对，但是现在春响音乐节，我们可以再次表演这一首新歌。对，那也可以让新商品曝光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会多去帮你支持新歌跟新商品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打起精神来哟。好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进行下一位的分享。请问最近有什么心事吗？我们有抽奖活动哦，然后我们有抽中一些人，我们的一些幸运的伙伴。那会得到什么商品呢？像是我们精心制作的马克杯。但是我好怕他们当天不会来现场，我想要亲手交给他们。哦，谁舍得？不要害怕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大家有抽到马克杯的朋友们，记得一定要来现场哟。好的，谢谢你们的分享。